西方总统制，总统能改组人大吗？中国人大吗？他能影响议院吗？参院吗？英国的上院下院吗？国会吗？总统可以领导军队，总统能把所有一切，宪法能改变吗？宪法的修改权、制定权是他们吗？他是个执行的总统职务，他的去留是由其他人来决定的。那习家党决定了所有全国人民的利益，这叫独裁，这不叫政治改革，这不叫制度开放，这叫制度灾难。失望了，完全是带着一种侥幸的政治流氓心理。对了，战友说对，你有本事不要脸，你就直接说做皇帝得了呗，你做皇帝你还得说成总统。